热腾腾麻辣锅汤底马上就能在家品尝，小家庭担心吃不完没关系，切好的综合蔬菜肉片全都有小份包装。下班回家懒得煮又想吃锅，超商一人份即食火锅，所有配料帮你准备好，微波炉加热就能开动。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就是不用一定要跑到店里，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想吃也很方便。小朋友食量不多，所以就是超商这种小的火锅的料就还蛮方便的。超商龙头特地设置火锅专区，备战吃锅商机，还引进太和店红豆食府的汤底，全家跟粤式名店合作开卖酸菜海鲜香锅。 OK 超商有王品蘸酱汤底可以买，全联则寄出老捞及台酒的火锅汤底。AI 教父黄仁勋最爱的麻辣锅汤底，配上 Q 弹黑猪里脊及薄肉片，想吃火锅料还有综合版饺子可以选择，就连道地韩式鱼板串也可以加入麻辣锅里煮来吃。连锁超市盘点今年一到十月常温汤底业绩前十名，几乎都被火锅名店占据。我们在过去来讲呢，一年可以卖出大概150万包的这个汤底哈，那今年来讲的话，我们也抓了更高的一个目标哈，大概也可以有1到2成的一个成长。那通常来讲，第一波寒流来的时候，是我们业绩的最高峰。台湾人爱吃火锅，每年商机高达400亿元，市面上甚至还有用加热包蒸汽加热15分钟就能吃的小火锅。连锁通路各自出招，主打便利性和独家商品，抢攻市场大饼。三立新闻陈世雄、李立婷台北报道。